好，又到了我和大家一起猜单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猜的是蒙达，这个是凯迪猫，凯迪猫的蛋，还有呢是米奇的蛋。这是蛋吗？哦，不是蛋，这是一个魔法棒，糖果。对，糖果。糖果上面有一个米奇，咱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妈妈，它是，看看，一晃脑袋，它是会叫的，听到没有？听没听到？听到。看看晃，把它晃一晃，它就会叫。再来看看这里面的糖果吧。好，你给大家来猜吧。有糖豆儿啊，我想吃，但是现在是晚上就不吃了。嗯，对了，那把它盖上吧，里面就是好吃的糖豆。嗯，然后它整体是个玩具。嗯，非常好玩是吧？嗯，好，特别好玩。那咱们下面来猜这个大大的凯蒂猫。我剪吧，别剪到手啊！哦，两边捅到手。还是我给你剪吧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哇，是一个拼装的玩具，好像很多耶。啊，这里是什么好吃的？可爱的凯蒂猫。哇，这里也是糖豆，你尝尝吧，快。嗯，也是糖豆啊，柠檬味的。嗯，哇，这个玩具好多呀。这是拼什么呀？哇塞，拼个，拼个，看看这个是什么？谁呀？变形金刚？是奥特曼吗？应该是奥特曼。看看拼出来是这个。是吧？不是，那不是头，你要安头啊。后面不用安吗？哎，后面是这个吧？嗯，那个。我也不是安这儿的。那你先安别的吧。这些是胳膊。对呀，那把胳膊安上呀，胳膊和腿儿啊。这个是不是安脚的？这样，安腿是不是得这么安呢？膝盖，白色的，嗯，对了，之前还有白色的东西，白
白色的东西最后按的。咱们先把它的腿和胳膊按上啊。嗯，妈妈，那我就先按它的身体啦。腿儿。这里有一把剑哦，大刀，哇，两把大刀，都可以把它放在后面哦。对，特别的威武啊，是不是特别的威武呀？妈妈，嗯、你这个没按上那边。哎呀，好啦，这个也是可以换的。开窗户进了很多苍蝇啊，烦人。按好了吗？非常的难拼，非常的多，所以呢耽误了时间。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拆了这个可爱的米奇的糖果，还有呢一个凯迪猫的。那剩下的呢我们以后再给大家来拆，好不好？嗯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